的韩剧《25-21》男女主角男主赫和金泰梨在戏剧开播前被网友认为没有 CP 感，播出后靠着演技和魅力成功反转评论。不过他们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合作，早在5年前两人就分别合作过信用卡和牛排广告，没想到5年后再度合拍戏剧。事实上两人都一度忘记曾经合作过，还都以为这次合作是第一次见面，某一天才想起曾经拍过广告，笑说而且还是两只竟然彼此都没印象。不过也因为如此，两人很快就变熟了。随着戏剧讨论度越来越高，收视率也一路飙涨。然而韩媒2日晚间却传出金泰梨确诊新冠的消息，根据了解他已经隔离一段时间了，剧组从上周起就跟着暂停拍摄，还好在播出前就有事先录制一些集数，因此还有部分存档，所以不会影响戏剧放送。拍摄行程也已经到了最后阶段，只要等金泰梨4日解除隔离，便会继续拍摄并进行最后的收尾，预计在本周末重启工作行程。